你看他好像、嗯、好像 很清楚。对对，这样会不会痛？会的话就点头。会不会痛？问你会不会痛啊，妈妈？啊？会流口水。他有点头。那、嗯、痛哈？会痛。是不是痛？他听得到声音呢？我觉得他应该听得到吧。应该听得到。嗯。这边会不会痛？会痛。这边呢？会不会痛？我感觉这些左半边都比较失去，都比较不能稳定。那左边 OK 了，右边当时就嗯。他自然都会，就是也是都是就右半边这边会流口水。哎、yeah, ，对。阿妈帮你把一下脉哦。你那时候在林森院去是哪位医师帮你？我忘了名字。那时候是有那个。有一个什么计划，所以那个、哦、有一个计划，每个长庚都有那个计划了。啊、哦，有一个计划，然后就可以。可是，在荣总的时候，我请他们继续给他，因为你知道吗？很特殊的就是在国泰的时候呢，我走他都没有关系。可是真了一天，我们礼拜五进去。礼拜四进去吧，然后礼拜五针灸，然后那天我要走他就不肯了，可是以前我走他就让我走，他不会有意见、嗯、可是那天针了以后就突然就一直叫，很不安，要跟我回家这样。所以他二次中风之后就没有就没有因为我在荣总的时候要针要因为荣总也有中医部，那我也跟他们谈过，可是那个主治医师他说没有先例，因为、啊、他不愿意说为了我去开这个先例，这样的医师会比较排斥中医、啊、哦，但是他们有中医诊所，他们有中医部啊。那我去看也很多人，我也去跟他们讲说我妈妈要怎样，他说你只要开会诊单来我们就过去，可是他们就是不开这样。因为其实这是一个。